talk. The reason why I do this is because I had like 2 fried chicken. So one fried chicken is like 1 meat, like hence 2 meals. 我们现在等待当中的等戏啊，现在那几个游泳健将都在里面泳池的标的，他们有游泳的技巧。没错，我们两个人呢，为什么坐在这边喝着咖啡？是好高难度的动作呀！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？因为我要去演戏。那我想了解一下，你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是个什么角色？我演的是一个教练。教练？什么样的教练？是一个好教练。好教练，刚好嘿，我也是演一个好教练的。大家都是好好教练，非常好的教练。总结就是好教练。你吗 ？Straight 啊！我有我感觉呢 ，Ready。1, 2, 3。可以飞起。准备。开。走。哇！真牛逼啊！Okay, 自私。Okay, 高锥子。Okay. 对了，之前让你去找女，去找女朋友。之前你找学校学生玩，你找了吗？在找。还在找。It's okay. 找不到好的学校。哦，找不到好的。找不到好的老师。哎。找不到好的学校。找不到好的。Okay. 还记得？嗯。你好瘦啊 ？No。Just now。Already。Oh my god。接下来换你了，聊聊天，我跟他们聊聊聊聊，我跟他们聊聊。我是不会让他继续游泳的。哈哈是，我是你跟你准备要离婚，现在办理婚事。我以为我可以放弃。Yeah. It's curious how come she stopped there. Okay. 我真的。周云，叔叔。厕所，厕所应该是。
这几万，这几，我只想这几啊，哦，这几啊，哦，我只几啊，我只想，我只是啊，这几啊，我只想，啊，我只是啊，我只是这。哎有吗？有没有？有哎！I don't need it。我就是游泳。This thing true. Okay, finish. Next one. Okay, next scene. Next scene. 我会对你的话的话，我会对你好。我会对你好，听你的话。不会，不会惹你惹你生气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 ？Then you point。你愿意吗 ？OK。And action。叫阿翔，之前我是演戏的，不过我发现其实演戏不是很好，我的命运掌握在这个的手中，不过现在我掌握它。哦，来了。嗨。拖地的戏。拖地的戏。然后可能拖完地就要脱衣服。因为就是很浪漫的一场戏。是，可是只有一个人脱。因为一般上浪漫的戏呢都是在电视上播，然后电视上看不到的呢就是我们不拍的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拍的。哦，那几个你心情还好吗？我已经有睡到就有我的你们在 Clark Key 拍什么呢？我们在拍告白戏，在一起前的，在一起前的，在一起前的困扰，小插曲。像接下来，糟糕你算什么演员啊？你拍戏都不知道拍什么戏。我算什么演员？算什么演员？好的，你来吧，我看不到。Why are you up?我记住你了，对了，怎么逃了？那太多了。他讲什么？那是谁？阿弟。Anyway。哇。啊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辣。Action。你在我的名单里。你在我的名单里。Okay, it's a wrap. Thank you. 谢谢大家。粉丝福利，别走开。我们现在在 Bugis 啊，三个人都换上比基尼，还有他现在还露底，还没有穿上。哎，cover。所以这场戏呢，是我们输了比赛，然后要穿受惩罚，穿着比基尼在街上跑。穿上比基尼的感觉其实蛮，刚才我就蛮爽的，感觉那有人在 support 这里一样。对，蛮特别的啦，因为
除了拍戏以外，你平常日子只要穿着这样在街上跑，应该会别人打，所以趁这个机会体验一下，感觉不错。人家应该也不会觉得我们应该是变态，对对，变态。很好的一个体验，我现在就要去裸奔了。你是说这样？我只希望没人会报警。我不会。我现在已经其实对我的身份的认识已经开始。一起摸，本来是要保密的，可是竟然我没想到他长得那么快，刚刚做的时候才那么小，但回来一个星期就变到这样了，走吧，这面部被露出来了。你回来泰国怎么了？你变胖了，变胖了，变胖了，不错嘛，有点热，有点，哎。摇下去，好帅呢！哇哦！哎！快快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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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接！啊！加油！感觉像一只小鸟被释放出来，自由的飞翔，赤裸裸，什么衣服都不用穿，就这样。